谢谢好奇啊，好几天没有录音了。好，来打开命运之轮，通过白猫占星大师谢谢神奇的预知能力，为您揭开各星座不为人知的隐藏秘密。我们要说英文吗？ Open the secret book。输了 White cat Shasha Magic power He have magic power。 好，不要发神经。 OK， 我们要今天来讲卢恩符文。 他叫什么？ Runes。 Runes、okay。 OK， 那我们今天来讲符文呢。你要星座吗？我忘了星座英文叫什么。星座的英文，哎，我没有查，因为这跟我跟这个东西一点也不熟，这不是一个平常会用到的单字。好，那我们来讲我们的卢恩符文啊，占星师，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，我等一下再查，查一些没有用的，不是没有用，很少用到的单字。第一张牌是这个人性互相依赖，应该是吧，人性中的善与恶，我猜是这一个，我看一下，对，没错，妈咪都背起来了，这个失传的语言 Manas， 人群互相依赖，人性中的好与恶。 OK， 我们第一个符文是人性中的好与恶，互相依赖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这个我忘记了，箭头，箭头向上。这个哦，竞争胜利，原来是箭头向上，是胜利的意思。Tiwas， 北欧提尔战神，正义。内在动机产生正义，伸张意图，情感上是耿直的男性，工作是努力上进，所以是人性加上竞争胜利，这都是好的哦。谢谢。那你今天还有要讲什么吗？我今天也不知道要讲什么，因为我一直跟贝克讲英文，讲得我好累。我们来看夏洛克啊，这个就像这个影集的英文，我几乎完全听不懂，因为他们讲得很快，然后又有口音，主要是夏洛克讲话超快的，福尔摩斯讲话超快，所以基本上如果我要练英文，我不会看这个节目，就这节目我一定要看字幕，不然很痛苦，会知道是中文字幕。丢，我听得懂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这样了，我们继续看我们的新闻节目。然后还要讲什么？没有讲什么，反正就这样，今天的录影就到此结束。对啊，应该要有人来访问我们，然后在法院前面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。那我们今天录影到此结束了。白猫占星大师霞霞，我想说还是叫霞霞吧，不用叫 Freak Freak， 这样很蠢，因为这样我去买虾子的时候都会讲 Freak， 然后就想到霞霞，所以你还是用中翻音就好，名字就用中翻音，就叫霞霞。阿巴兔兔是一样的，阿巴兔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。 Do you know who is 阿巴兔兔？ He is a catLive in Amsterdam。 阿姆斯特丹的英文怎么念？ Yes， Cheryl， 他没死吧？怎么可能他会死掉？他还复活吧？夏洛克有死掉吗？因为我是刚好切到，
Okay, we finish it. 好，明天见。我们今天的符文就录完了。人性加竞争胜利，这是好的符文啊！不要翘屁屁，对，翘屁屁。谢谢，你要保持身体健康。我们真的很爱你，我希望你也可以去比利时。对，不是只有贝克回去，我希望你也可以去。好啦，就这样子，就一起坐飞机，然后在飞机上不要叫，就这样子。我再找一个人带你，因为 一台飞机可以坐两只猫咪啊。我想平常不会常常有人带猫咪，我们只要先预约两个位置都是我们的，虽然只有两个位置听起来很少，但是带去的人更少，尤其是从台湾飞。对，好，先这样子咯。好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嗯，接下来跟大家说拜拜， say 拜拜，哦，不说，好好好， OK， 拜拜拜拜。